间夜市时间3:33。有冇新闻话，琴晚旺角一间汤房就发现怀疑爆炸装置，然之后爆炸品处理火人员到场之后，即场将佢引爆，并拘捕3个年龄介乎21至22岁嘅人，其中2个系大专生，另外1个就系补习老师嘅。即系佢，即系然之后后屘佢话嗰几个人怀疑就系勇武啲核心人。真系哇！你睇到啲新闻嚟，佢都系话20几岁，跟然之后搜出啲咩咧？爆炸装置、高浓度硫酸同埋大麻。你知大麻咩？大麻毒品，但你唔好同我讲话大麻唔系毒品。你食系唔犯法，但你藏有大麻真系犯法。即系你唔可以话，你唔可以话大麻唔系犯法，即系。你都識講，美國都大麻合法，但係心諗香港咧，香港從來有講過，香港有冇講過大麻合法化？咁我就成日都睇到 Facebook 就話有好多示威者，甚至我記得理大嗰陣就有好多人就。不知道為什麼整身都焦黃尖凍發冷，然之後原來真相就是他們拍了丸，即是吃了毒品，然之後搞到那個身體那個貼條即是不太跳，即是不知道為什麼 連在理大都見到人拍丸的，我看 Facebook 的。你話咩藏有爆炸品？唔係應該話有爆炸裝置嗰個，你唔好同我講話要搞保釋。佢話嗰3个人曾經都參與過元旦嗰個旺角非法集會。既然之後，如果你咁嘅情況底下有藏毒、藏爆炸品，咁你同我講你可以保釋嘅。應該都冇乜可能保釋嘅，因為依照你嗰個案例，除非你話咩普通襲擊嘅刑事毀壞呢啲就可以保釋啫，但係因為如果你咁多罪行嘅話，咁基本上都好難保釋。你都睇到，依家好多年輕人俾人拉，但基本上你唔好同我講話佢哋好辛苦，佢哋係抗爭。哇！藏有爆炸裝置抗爭，打爛人哋啲刑事毀壞抗爭，堵路抗爭。即係普通襲擊，或者襲擊至造成他人身體實際傷害，呢個就係抗爭。咩都係抗爭，好似我哋丹麥嗰個美人魚嘅雕像，唔知點解俾唔知俾邊個人就喺嗰個石玻璃噴上 Free Hong Kong 光復香港呢個字句，心諗黃藍嘅傳媒都報咗，哇！即係基本上。唔知點解香港人係好中意醜出國際，
喂，居然你可以喺丹木嗰嚿石裏邊噴上 Free Hong Kong 喎，仲要係喺人哋嗰啲即係歷史雕像噴喎，咩 Free Hong Kong 全部都係關香港事，邊度都係。即係去喜馬拉雅山，喜馬拉雅山嘅山頂又係攞住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旗，跟住然之後又去到山頂，去到阿爾卑斯山山頂又舉支旗，去到海底又舉住支光復香港。即係我覺得咁樣做，你變相即係醜得國際啫，咩都同香港有關。但係喺度飛唔上將。那個 Free Hong Kong 的字句就寫了一個雕像更加醜陋國際。